怎么着？麻烦。谁他妈让你家跟这盘活的呀？你啊，有这个酒店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啊？你看什么呀？怎么着？你在这个路上尿过呀？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？啊？我他妈在这尿过，我算什么玩意儿？这他妈酒店都是我的，明白吗？这个酒店是你爹的，他他妈的没说啥。但是老子他妈说了算，算你妈！别动！干什么？别动啊！刘子，哎，小子，那小野猪是谁啊？哪个？白白胖胖那个？万皇的大公子林江，纯他妈闪炮，找他爹差远了。他爹林志达啊，倒是叫林百万吧，原来靠林包发家的，后来先弄个酒店。林江好像是这两天才从外地回杭州。傻呀，吃的。走吧。白瞎了。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那个万皇酒店门口都来几个人，打起来了啊！烟不要了，干呀？干！哎呦，干呀！他是警察，警察啊！停！起来！他妈最狠就是警察，我知道，他肯定带着枪的，他肯定带着枪的。轩哥都已经折了，三年了。你这条三年我他妈怎么过？放上！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哥。你看那门店地址，咱没必要跟他硬碰硬，咱折腾他的方法有很多，哥。给我记好了。给我老实的，干什么？把地方给我记好了。我记住了。记好。我记住了，哥。哎，别打了！停！喂，别打了！把东西放下。没完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打人。你来的太好了，他们家庭闹事儿，还打人，还把我车给砸了，你把烟那群抓了。干那个瘪犊是你们他妈先动手。哎，行，咱不跟着吵吵啊。你俩领着头都给我回局里，咱回局里说好吧。哎，走。警察同志，我为什么跟你回局里啊？我是受害者，他把路拦着，我生意做不了，把我车砸了，我损失算谁的？放屁！别跟这吵吵啊！最多一个公司的是吧？那谁砸的车，谁撞的车都出来。他们砸的，你看他把我兄弟打的，嘴巴都给打豁了。我可没动手，都是他干的。是，哎，你别走了，你站着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干什么？拘捕什么？起来！哎，别动！哎，我走！哎，别动！轻点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轻点！干什么？警察同志，轻点啊！我什么情况？聚众斗殴，我带走。给我进来！啊！别动，轻点。